老婆踢波顶呱呱，有嘴巴叫到赞他，伸手最堪夸，伸手最堪夸，小子最可嘉，小伙子最可嘉，真发脚发人练夜练真功夫冇花架，踢得好哗啦啦，活力拼劲加两把，射波珠色创新，一丝不会差，攻啊攻，快抢攻，射啊射，射他吧！穿梭对手之间，独有脚法像幻沙，欢呼声与赞美出于他的脚下，攻啊攻，快抢攻，射啊射，射他吧！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只有他。でも島田翔との対戦だけは予想外だったわ。だって無名のチームで準決勝に来られただけでも奇跡って言われてたのに。何でも油断しちゃいけないんだよね。俺たちはそんなつもりじゃなかったんだけど。そうだな翼。サッカーは体力やテクニックだけのゲームじゃなくて、ゲーム中のさまざまな場面で勇気や信念を持って行動できる強い精神力を必要とするんだ。そしてチーム全員の輪だ。チーム全員の輪。確かに島田翔はそんなチームだったね。以全国大赛优胜为目标，希望能够去巴西的次位，在县大赛之中打得非常顺利。但是在准决赛里面，他的对手是岛田，南国市队初始以为没有原三出场，很容易将对方打败。但是可惜，啊！射入咗啦！岛田小学队移得咁快就射入咗一球啦！雨中苦战，哇！入咗啦！冇晒心机喎，连你哋都系咁样啊！佢哋赢咗一两分啫嘛，算得系乜嘢喎？冇错啦，你讲得啱啊！南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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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啊，真系对唔住啦！使咩灰心失望啊？心琪啊，只要我哋齐心合力，一定打赢佢哋嘅。冇错啦。我哋会好快脆将呢种情况扭转过嚟噶，系咪啊，志伟？系啊，比赛只不过系啱啱开始就唔紧要噶。好啦，大家再提起精神，努力啊！系。系啦。系啦，咁先啱噶嘛！我哋南国市队啊，点可以输俾从来未听过嘅岛田小学队噶？系咪袁生？嗯。做咩喎？连你都苦口苦面，真系激死人啦！南军战斗，加油，加油！上半场完啦，南澳队得三分，系3-0，会进入体育月嘅决赛。南澳队嘅可能性越嚟越高啦。唔得啦，冇小志强帮手，冇可能参加全员大赛噶。喂，你哋做乜嘢啊？冇离心机咁样嘅？你哋唔系讲过靠你哋嘅打法可以赢嘅咩？队长，队长啊，请你唔好咁样讲啦，求下你出场比赛啦，好嘛？求下你啦，队长啊！要我出场都得，不过咧，除非你哋应承跟随我嘅打法啦，得唔得啊？跟你嘅打法？冇错啦，我嘅打法咧就系唔败嘅打法，无论如何一定要打赢嘅打法，知唔知啊？哦，唔败嘅打法啦！无论如何都要打赢嘅打法啦！现在报告，下半场明和足球队换人，着10号球衫嘅小士强代替着13号球衫的中本出场。
啊？咩话？小志强出场？奇怪啦，小志强喺呢场大赛当中一直未出过场噶，点解而家有啊？15号嘅德仔代替14号嘅小山出场。好嘢，我卒之可以同小志强一齐比赛啦！哈哈。队长啊，德仔而家只系4年班嘅学生，点解要俾佢出场喎？点解啊？你哋睇下下半场就知道啦。德仔系我嘅好拍档嚟噶嘛，而家咩问题都冇啦，系咪？开始啦，德仔，嚟啊！系。体育业大赛嘅决赛，明和足球队对南澳足球队，现在开始下半场比赛啦。南国单方面进攻，我中引人嘅技巧同埋传球嘅动作，将赌田都压倒咗啦！志伟啊，睇住下，好嘢啊，太郎，去啊，志伟！哇，系罗兴射球啊！南国已经系第10次射球噶啦，真系可惜啊！那个波撞正横眉打出去，冇入到。喂，来兴啊，你做咩唔将个波传去前边嘅刺猬度啫？嗱，你交咗个波俾佢啊，咁样先有把握攞到分噶嘛？有咩所谓？头先我嗰个位置就系最好嘅射球机会咯。哼，你咁样讲法真系激死人啦！你有冇睇下积分牌噶？我哋输咗一分俾人啦，我哋再攞唔到分就会输噶啦。本来南国已经系控制咗大局噶啦，但系点解佢哋嘅波冇法子射入个网嘅咧？岛田小学足球都系非常之落力嘅。而家結果仍然係1-0啊，一直保持到而家。島田小學足球隊嘅攻勢一直以極致嘅防方式，不過志宏呢種單傳嘅打法咧，對南國嚟講係非常之有利嘅。嚇！哎呀！你哋就得呢一種方法嘅啫咩？係咪啊？今次我一定攞到分嘅。但係島田小學隊死纏住南國波。太来交俾你，太来射球啦，好嘢啊，龙门射得非常之好啊，龙门好嘢啊，得咗啦，好嘢好嘢，得咗啦，真系好可惜啊，太来，好快就完上半场啦，唔知系咪因为岛田队坚强嘅防守，令到南国队非常之心急咧，进一球都冇入到啊。上半场的结果仍然是岛田1-0占先的，简直激气啊！你哋做咩搞成咁啊？全队人的攻势啊，简直系一塌糊涂噶！冇错啦，你哋做乜嘢挂住自己射球，唔配合中锋智慧喎？因为今次个对手冇以前嗰啲猫得咁紧要，所以先至系啊。主要嘅原因系想攞分啫。你哋嘅心情我好明白噶，不过喺呢场比赛啊，射球最准、效率最高嘅就系智慧。下半场啲波交准啲，最紧要交俾刺猬啊，知唔知啊？系。教练啊，下半场俾我出场啊！啊，袁生啊，林袁生唔得嘅，你只脚都仲未曾好翻。你唔使担心嘅，我只脚冇事，唔通我唔知道咩？唔好，一于照旧啦。交俾你啊，刺猬。系。大家要记住我头先讲个说话，知嘛？系。刺猬。啊？刺猬啊，你一定要努力喎，你一定可以的。嗯，加油，加油！点解今次咁论尽嘅咧？我真系唔明点解会遇到咁强嘅对手。啊？落雨啊！咪啦！突然间落大雨添，下半场会变成喺雨中作赛啊！嚟啊！识管理啊！好，
刺猬，你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苦战的。看情形，好运已经来到我们这边了。为什么会这样的？努力啊！稻田小学足球队继续苦战获胜啊！不过呢，我们的球队没理由会这么辛苦的。教练啊，啊，将稻田足球队的资料给我再看一次啊。好嘞。啊，犀利啊！好啦，总监啊，你睇下，稻田队经过几场比赛，亦都系同我哋一样，从来冇俾对方攞到一分噶。吓，而且对方嘅射球机会好多啊！稻田小学足球队真系全体人员守实龙门，可以话系典型嘅守势球队嚟啊！仲有啊，佢嘅攻击形式咧，啊，个波最近我哋停咗落嚟啊！稻田小学队球员大家嘅。他们引对方进攻，等到对方防卫力弱的时候，就用远射来搏运气。危险啊，快点回去紧守岗位啊。哎啊啊，我拉住他，他射球了。入了，稻田小学足球队入两球了。现在结果是2-0领先。赢得南国队两分是不是真的？我们不是发梦吧？啊，好嘢，我们真的打得不错。不错，的确不错。本来我们的球队没有一些好出色的球员，比赛多数都是很差的对手。不过我们相信即使拿不到分都可以坚守的打法，所以勤于练习。估不到我们现在的足球队和南国队做对手居然打得这么出色的。各位球员，这场比赛一定要胜利啊！这个令人出乎意料之外，南国只是优胜的球队，估不到比对方入两球啊！我不会输给你的，我们一样不会输的。15号球争的德仔，被我大队方的球员一直盘头前进，原来这位球员是这次比赛中大会最年轻的一位，他就是四年级物子获得来的。估不到德仔会打得这么精彩的。哎呀，哎，哎，身手敏捷真是犀利。咁就啱啦，德仔，咁样先至系我个好拍档啊嘛。我不理人家怎样讲，总之呢，我是相信志强哥的，因为我相信他的踢球方法一定会赢的。志强哥，德仔将个波交咗俾龙门前面的小志强。小志强啊，敲实佢，不可以俾佢继续得分噶，唔得噶。嘿，好快就进入下半场，全靠呢两个人将明华足球队在上半场输咗嗰三球，眨下眼就抢走翻嚟啦。但是呢一次南澳队的球员合力把守住龙门，不过小志强唔理咁多，直冲过嚟。看看他准备射球了，射啊！入了，好精彩啊！射穿了龙门前面的人墙，连球门的球网都几乎射穿了。小志强射球的确好叻，想明和足球队挽回颓势。比赛结束了，其若然大赛获得最后胜利的呢，就是转败为胜的明和球队，直至4-3打败了南澳队了。而且在这场比赛中，中途出现了一个很厉害的前锋，他一连射入四球，带领球员进入胜利。他就是着10号球衫的小志强啦。哇！这次不得了啦！劲方县大赛的准决赛，优胜候选的南国球队，
这个直接无名的岛田球队突然间出现领先了两球，现在南国队的阵脚似乎有些混乱，究竟可不可以在15分钟之内反败为胜呢？总监啊，你俾我出场啦！如果继续俾对方攞分嘅话咧，咁我哋就会输噶啦！我唔会俾你去嘅。吓啊！袁三，你听住，我哋嘅目标并唔系参加全国大赛咁简单，我哋系要喺全国大赛中获胜。如果连呢啲试验都挨唔住咧，就算系参加明年提高水准嘅大赛啊，亦根本冇办法赢到。咁既然系咁样啊，索性喺呢度打输咗仲好过啦。啊，总监啊！志伟啊，好啦，而家比赛再开始啦，希望南国队能够再振作起嚟，开始进攻。嚟啊！你握住佢哋啊！系。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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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比道，志伟今次系咪会输嘅咧？咁嘅。单靠他一个人的能力根本就不可能有奇迹出现的。问题就是这样，队员能够冷静地传球就是一种令对方防守崩溃的方法之一，这就是对的，进攻的方法是没错。不过问题是落了场雨，南国队平时踢的球是比较对手高一两皮的，落雨令到个球湿滑，加上球场的环境恶劣，因为这场球的速度是减慢了，不容易控制个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没有技术上可疑的。照目前的情况看来，岛田队先拿到分对你的比赛是非常有利的，可惜刺猬周围经常都有五六个人抹住他，这样就算他怎么厉害都没办法搞的。刺猬，哎，哇，刺猬拿到球了，去啦，刺猬！刺猬啊，可恶啊！啊！刺猬把握机会喺乱咗嘅情形之下射球，我们全力抢救！哇，入紧啦！点判？好在我咧，岛田小学队嘅龙门咧，最近接住个波，个波弹翻出嚟，南国攞唔到分啦！哦，哦，点解会咁噶？连志伟嘅射球都入唔到嘅吓，啊，掩护得好嘢啊！已经将我波交咗俾志伟嘅咧，但系都攞唔到分。南国队无论如何都攞唔到分噃。同冇名氣嘅島田小學隊都打成咁樣，睇情形南國隊輸緊啊！我哋仲以為決賽嘅對手係南國添，我睇都冇乜可能啦。嚇！佢哋就係獲得決賽權嘅智水足球隊啊！咦呀！起啊！哎呀！犀利啊！島田隊將南國隊嘅波截住咗，踢佢好遠。个波喺南国嘅半场嗰度传嚟传去，目的系拖延时间嘅。吓，唔通南国会输啊？南国会输噶，会输？诶，点会噶？哎呀，你话南国佢会输啊？吓？哦。抢翻个波啊！我唔可以输嘅。哇！刺猬充满咗斗志啊，自己将个波抢翻嚟，开始盘球进攻。不过问题就系喺落雨当中啊，对手就系防守深严嘅岛田小学队，刺猬有冇法子冲过去咧？刺猬单刀直入。轻松轻松地控制住个波啦！我哋继
跟住千位上啊，要记住啊。系啊。佢叫我帮我交俾队友。好嚟呢边啊！系，弊啦！啊？唔知系咪恢复咩镇定咧？南国球员嘅速度比正话快咗好多喎，佢哋配合得非常。冇错啦，志伟，你嘅任务唔系射球啊，要佢哋配合得好先得噶，就咁样先可以将球赛推动。冇完心出场呢场比赛靠晒你噶啦，你要随机应变啦。志伟再嚟一次，唔要做得前球。喂，对方有漏洞啊，快啲射啦，把握机会。好嘢，志伟。射啊！喂，志伟啊！系快来一前球。啊，好机会啊，志伟。好嘢啊，去啊！好。好嘢，志伟，你好巧妙咁将右脚勾住个波，将我射得转呢个射球啦。你放心啦，会赢嘅，你要相信刺猬先得噶嘛。争取喺大赛中获胜，希望去巴西嘅梦想，我点可以喺呢度放弃？好啦，中场再开个波，但系剩翻嘅时间咧只有三分钟喎。南国队仲争一分就可以追上岛田队啦，究竟能唔能够平反败局咧？島田翔との試合もいよいよ大詰めだ。調子を取り戻した俺たちはやっと同点に追い上げた。ここで島田翔は作戦変更。守りのチームが全員攻撃に出てきた。しかも残り時間あとわずか。みんな勝つんだ。もう一点。次回キャプテン翼、フィールドの貴公子。让野火燃亮我吧，我满有信心，没苦恼的无惧怕，青春的火花，让我心强烈跳吧，跳跃似火花，跨出每步怀自信，不空口讲话。心永不想给，快些快些踢波吧！啊啊啊！献身手强的臂我都打垮，冷的风吻谁怕？